人不破的背心。今天我来到地下街呢，就是为了帮我的黑兔初音，他要跟他的另外伙伴白兔初音团聚。然后白兔初音今天已经来到地下街，等着我去把他领回家。对，而且他很美，看他的丝袜是真的丝袜哦，他不是画上去的哦。他屁股，屁股翘臀呐、啊，初音一定要翘臀。我今天还特别穿了初音的欢迎服，是我的宝贝衣服，我只有重要节日才会穿上它。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就要用世界第一高规格的待遇来把它接回家。今天我们初音团聚完之后，我们还要一起带他们去找全台北市最大包的冰淇淋店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出发吧 ，Let's go。比较多东南亚商品的东南亚店，那我们等一下目标处在那里。这是秘密景点。什么秘密景点？下面它是回音谷。真的吗？然后你讲话都有回音。真的。这样听得到吗？这样有听到吗？不知道录不录得进去。喂喂喂。喂喂我以前很常来这边啊，我以前跟我那个学狗的朋友，我们就在这边补习，然后每次补习前，我们就会去后面吃那个麻辣臭豆腐，然后到那个赫哲的时候就臭到不行。你知道赫哲是一个人吗？对，知道。会被沈赫哲本人教过。对，他之前在教那个我们那个点线面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画一个点，然后就问我们后面看不看得到，然后他就把它画很大很大大，然后就说这个肥点，这样子。一直抖一直抖这样，他会抖，因为他有点肉肉的，所以就端一端这样，这个肥点，他自己也是一个肥点，但他很 Q， 他很 Q， 他教的蛮好，很清楚，对。嗯，还没，因为这一段都比较传统一点，就后面才会比较多那种动漫周边，才会是我们主要的目标。那我们就 go go 吧，快转。
计划我们再带两位公主殿下来玩，顺便服侍我这个四等公主殿下。这很可爱耶，叫馆长帮我按摩啊，当斗鱼直播主跟女优拍片，邓家华 FB， 这是邓家华，这是邓家华选的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靠边。这边就是全台北市最大包的冰淇淋，比我还大包，但其实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最大包，但是它真的很大球，等一下我们点了就知道。那你们大家最常吃什么口味呢？才不干我的事呢，你们要吃什么呢？我们的初音公主殿下说要吃巧克力口味还有抹茶口味，好，那我就去自动点餐器选择。初音公主殿下说要吃巧克力口味还有抹茶口味，谢谢，好可爱哦，结果跟我刚刚讲的口味完全不一样，我就是个像风一样的女人，说变就变，不是我爱的口味。阿田哦，哎不行，男粉丝先吃，不要掉下来啊！我嗯，好吃哎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好吃的啦，有点像生用牛奶糖的感觉。哦，它真的好大一球。嗯，蜂蜜很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虽然感觉好像是香精，可是很好吃。舌头有变色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个舌头还要打马赛克？开玩笑的。我之前逛的时候比较少逛到这边，都只逛前面跟麻辣鸭血那里，比较少来到这里。尤其这边，因为这边已经很后面了，所以几乎很少会来到。然后大家如果想买模型或是电玩，都可以来这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影片看到底就好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带大家去闯一闯，看看飞机会不会再次。